而不羁的灵魂，注定一往无前。去突破速度的桎梏，去感受激情的瞬间，去俯瞰世界的斑斓，去寻找内心的答案。无惧风雨，因为有梦想当作翅膀，渴望远方，而前方又是远方。人类又终将去往哪里？没有该去的地方，只有心之所向。科技让人类用前所未有的视角审视世界，成为可能，但赋予了未来无限可能。这是梦想的时代，这是勇敢者的时代，这是我们的时代。勇敢追梦，遇见未来。